我最敬爱的我们总监，长展的总监呢，是我在狮子会里面发现是最杰出的总监，因为他在柳城呢来接任我们首届3001范区的总监，这是很有历史性的这一个定位。因为国际狮子会在今年7月1日开始迈入新的纪元，总共有5个复合区，那我们是属于3001复合区。我们一复合区的议长是许富大议长啊，他也是一样，都是非常快乐正面。那今天呢，我们张展图总监特别安排这一场这么重要的演讲，我本来是应该要陪我们第二副总会长，因为他来台湾，昨天呢，我们都一起呢跟他这一个探讨如何让狮子会在4年内能够达到150万。那我们张总监呢，也针对我们一范区做了很好的报告。更重要的是，我们徐仲志这个大律师，他是这一个非常顶尖，所以我今天早上呢，也特别写了一篇文章，来邀请非常多的这一个师友来参加。当然，这一个有些人可能太忙，没有办法来。可是呢，我这篇文章也传递一个讯息，就是我们的积蓄一定要小心，否则有时候会毁一旦。所以今天呢，大家来务必呢，你要10/10/100，让你的亲朋好友、亲友的好友都能够得到这样的资讯。那我们会把今天的演讲也把它放到国际狮子大学的网站，来让全球的狮友都可以来学习。当然今天演讲是中文，可是我们会把它重点的这个译成英文。那刚才张总监呢，这一个有送大家，就是从芝加哥带回来，因为他的家在芝加哥我这一个刚好也是每次要去读一路大学都要经过芝加哥机场所以我们的关系非常好。那我是从一路大学香槟校区这个学校呢，我顺便跟大家报告一下，真的该去那边走一走，因为它是全美的大学里面唯一有超级电脑，所以我电脑呢也比较可以好好的发挥。另外呢，在全世界大学里面有机场的，而且这是中型机场，大概很少。那我知道这个伊诺大学就是有这样的特色，所以这样的大学会培育出学生，他的气度会不一样。那今天呢，我们张总监呢，我要特别要跟大家报告，他不但做公益，而且他有一项产品会做公益，就是这一个酵素锭。昨天呢，我就跟我们副总会长报告，事实上前一天我就跟他报告了，我说我们的总监呢有一个产品是要做公益，他决定只要能够这一个销全世界，他捐款绝对不会手软。而且更重要是什么？这个产品我试过，这一个可以让身体这一个保持很好的状态。你看我这一个做公益呢都不会累，就是因为有吃这么好的产品。那我们的第二副总会长呢，他一听呢，他说他的好朋友叫闪吉达，一定要给他一份，所以我们得送他一份了。当然我会请这一个第二副总会长 AP 信，还有他的这个好朋友呢，这个都是全球知名，能够来这一个协助把这个产品
到全世界各国。那这样的话，我想我们这一个公益款呢就非常多，而且我们的健康一定会提升。所以在这边呢、啊，要特别感谢我们张总监呢 提供这么好的产品来加惠社会。今天非常高兴来跟大家一起学习。那我这边也顺便跟大家报告啊，在座呢一位一定要特别介绍，就是我们陈博士会长啊，他是我们张展如总监的班宾。那他有什么特色？他不得了，他这一个不但是国立名校、国立高师范大学的这一个博士，并且呢，他这一个还会鸟虫体书法，英文也非常棒。所以我们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呢，就长期邀请他在科工馆这边展览。所以等一下五点结束，我们已经邀请大律师总监各位呢都一起到对面来跟这些鸟虫体合照然后上传我们会送给你这个赠品。那我们刚才讲到，除了我们的公益单位之外，我特别的产品呢也邀请了这个十几位的国际学者，尤其是印度有三位会来鸟虫体书法这边，就在别馆来一起研讨。除了在英语教学之外呢，我跟他们讲，我们这个语文就是要为经济服务，为我们的社会服务，所以我们一起来做公益，他们非常高兴。所以这个不要只是学术，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经由学术把好产品销全世界，那这样的话供应坊就源源不断。所以我们副总会长呢非常高兴，他也这一个成为我们国际师范大学的专业教授。好，那这一个等一下呢，请大家务必留下来。那接着呢，有时间的我就请你们到李白食堂就在旁边五湾嘛请你们用晚餐不要客气今天呢、我因为我们张总监这个这么杰出领导，我一定要来跟大家一起学习，一起成长。很感谢各位。当然这边我们这一个夏碧珠跟夏碧玲两位这个姐妹呢非常杰出，也都是我学习对象。尤其是我们夏碧珠总监，他曾经讲过一个我这个到现在忘不了，他说因为塞型过后，所以他健康起来，所以当总监。所以欢迎大家呢一起加入国际诗词会，一起来做公益。谢谢各位，谢谢。谢谢张校长，这么细心而且很发心啊，请大家吃晚餐，谢谢。好，现在我们的重头戏来了哈，徐律师。我觉得有点紧张哈，那我还是一下，我要先感谢我们的总监